在一起后，慢慢的我发现女生的自理能力很差，又养猫又养狗，却不知道收拾，甚至连煮泡面都不会。我们经常因为这些吵架，自己不关心，走得更远的嫌弃，最终还是结婚了。亲近的家人，一起打拼的家人，及一起玩乐的家人。